我们从以前 Hackathon 的那个就是举办的角度来看，就是从真正能出来 demo 的，大部分是一些前端的产品啊，就是因为我们现在提供 API， 把这些东西都分装好了，然后甚至我们在做完第一次 Hackathon 之后，就提供了两个 React 和 Vue 的那个 Starter Kit， 也是为了前端的工程师更快的，就是你一键就把整个架子搭起来了，对，然后你就只用关心你做的那些，做一点逻辑，对对对，做的逻辑就在，对对对。大家好，我是那个前端开发，来自广西，然后有5年的那个开发经验。